刚好我要找你。哟，老板，今天打扮这么漂亮，这干嘛去啊？这是？我爸给我叫相亲对象来了，走，高兴应付。回来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不走，我等着被嘲笑是吧？我让你进去，是帮忙拒绝他。快快快！这样啊？哎，行行行，走走走。你是王叔叫的相亲对象啊？对，那我爸叫我来的。那个什么。这男的谁呀、啊？搁这儿了？哦，那个我就是那个。你谁谁讲？你谁谁？我不管你啊！我这个人比较直接、啊，我有三套别墅，两辆大 G， 存款八位数，咱俩直接结婚就行了。结婚啊！我跟你结什么婚、啊？不，对，大哥，你就不问问我老板有什么要求吗？你要求什么要求？我满足不了，你随便提。这样啊，我呢，算我看我带六个孩子，三男孩三女孩，可乖了，怎么样？那个什么，而且小马，啊，那跟我前夫是体格子什么像不像？对，特别像。我觉得咱俩太合适了，要咱俩现在领证了。那个，不，我追求我幸福去了，别说了啊。老板，你怎么什么话都敢说，脸都吓绿了。我不是害怕你吃醋吗？真的是，走，回家又结婚了。